它们是中国传统工艺的三宝之一。200多年的技艺传承，独特的制作技法，使它辉煌一时，享誉海内外。这个算是中国代表中国工艺的奢侈品。比重量、变古今、猜技法，拍上去以后，再用小刷子，层层展示出它独树一帜的技艺精髓。然后这个其实我之前有看过它的报道。智力比拼，深度信息。高参明星大秀潜能，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非遗系列之福州脱胎漆器即将呈现。这里是一锤定音，我是谢云颖，欢迎大家的光临。好，又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刘尊，欢迎你，欢迎汪整整。好，今天场上的3位老师，我们来认识一下。张如兰，张老师，欢迎您。邱春林，邱老师，欢迎。陈天干，陈老师，欢迎您。今天为我们提供大奖的呢，是来自于福建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周润达先生。周先生，欢迎您。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奖品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大漆的镇纸啊，它也可以叫镇尺。镇尺的话，它也是我们文房里面的其中也算一宝之一。早期的时候啊，我们古人他是在读书写字的时候啊，它是用来压制纸张的一个工具而已。谢谢。一对镇尺或者叫镇纸，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推荐呢，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工艺当中的三宝之一。有谁知道中国的传统工艺的三宝是哪几项三宝呢？我就知道，反正今天特别的兴奋，然后特别感谢周老师为我又准备了这个漆器的镇尺。哎，你把它已经加上属性是归于你了吗？对啊。这个还用说吗？正正，我觉得我都替你不服气。我就觉得吧，刘尊老师他有的时候说话太满，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难免，这个专家评委到时候会对你有看法。这个满啊和自信是有关系的，而且谁让我长了这么一个自信的头型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中国传统工艺三宝之一，会不会也是正中2位的下怀？来看短片。中国的造像艺术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历经了8000年前后的时间里，中国造像艺术的材质不断丰富，从石质、陶制，再到铁制、玉制、木制、瓷制、竹制等等等等。其中最具特色、工艺最为复杂的，恐怕当属脱胎漆器造像了。中国脱胎漆器古称家苎，家苎中的苎指的就是织麻布所用的苎麻。这个技艺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东汉由于佛教的盛行，家苎佛像开始涌现，至唐代达到了顶峰，并流传到了日本，在日本被称作干漆造。到了清中期时期，福州人沈绍安改革传统技法，成就了如今的福州脱胎漆器。它与北京的景泰蓝、江西的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的三宝。2006年，福州脱胎漆器修饰技艺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眼前这2件造像作品，一件是清代金漆观音造像，一件是清代金漆东方朔造像，它们中哪一件才是用脱胎漆器技艺制作的呢？首先在红台子上看到的，这是清代金漆观音造像，在蓝台子上这个是清代的东方朔造像。我们的问题就是，其中哪件是福州脱胎漆器？对于脱胎漆器，2位了解吗？都不了解。我说我了解行吗？因为我是福建人，在福州生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能看到好多种的脱胎的漆器。但是呢，可能当时现代的脱胎漆器颜色都比较鲜艳了，所以这个2个都是号称是清代的，颜色上的那么斑驳。我是完全都认不出来，和我概念中的脱胎漆器都不一样了。来，请我们的10位高参写下你们对于这两件造像的第一印象，同时请做选择，在你们看来哪件是福州的脱胎漆器？正德哥先来，1号吧。我觉得1号是脱胎的。你觉得它是脱胎？为什么呢？这两个造像的话，感觉上是差不多的，所以就只能凭自己的印象或者那第一感觉来判定。刘森选一位，我选那边的10号吧。10号写的是年代感。年代感。其实我对脱胎漆器并不是太了解，但是根据我的就是直觉吧，我觉得1号应该是脱胎漆器，因为我觉得观音像。因为我觉得1号它的底座。就是有一种泥塑的感觉，有这个抹的那个痕迹是吗？对，是。他看到底座了。来，正再选一位。我选9号。漆壳儿。我也是选择1号。我觉得2号有点像那个木料啊，上面撒的一层金粉这一类的东西啊，有这种感觉。再一个，从做工上面的话，它有一些雕刻的痕迹在上面。雕刻的更多一些，从我这个看的一个观点，我是这样分析的。好，我特别想问问7号超男，你写的是一个轻，你从这种眼睛观看的方式就能判断它的重量吗？不是，我是想说，因为脱胎漆器它把胎都脱掉，所以它应该会很轻。对，我是用一个反向来推理的，就感觉很大的，其实它可能会很轻。所以你这么推理来看，你的选择是左边的那个观音造像，对，是脱胎漆器工艺。对，郑和刘尊有没有受到刚才他们所描述的建议的影响？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是坚持了，这个我不会变的。你的选择是这个观音造像。对，我本来我也是想选这个。但是呢，我就不能跟他一样。一定得反着来。这把我就选他前面那个。真的是这样吗？首先看看10位高参，你们的选择是到底哪件觉得是福州的脱胎漆器呢？看一下，10位都选择的是这个金漆观音造像。完了，他们全都完了。10比0。这么多人要都选这个，如果出现一个人不选这个，那就是缺心眼儿。我这把要赢，我就彻底把你给埋在沙湾里。我就不客气了，你还说别的呢？首先看看郑和刘尊两个的选择是不是和刚才所描述的一样，还是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呢？看一下，郑真是跟他反着来，选择的是这个东方朔的造像。现在我们请张老师来为大家公布答案。觉得刚才大家讲的很好，这边这个是脱胎漆器，我们要从2点上来看，因为这是一件木雕，木雕呢把衣纹雕得很清晰，你看，而且人物的开脸脸上都有这种肌肉感。那么这个是脱胎漆器，它做的也很好，但是它的人的脸上的肌肉是没有表现出来的，另外的衣纹没有这个表现得很潇洒。从这底座上可以看到，它上边那个已经脱落了。底下露出了那个绸布那个胎子来了，说明它是一件脱胎漆器。好，我想再加问一下陈老师，那么脱胎漆器的特点又是什么？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传统工艺的3宝之一？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那个福州脱胎漆器的特点：轻巧、耐用，不怕酸不怕碱。但实际上，我们的脱胎漆器也可以做得非常精细。等会儿我们那个另外拿出一尊的那个寿星。它照样非常能够做得非常精细，后面会有更加精细的漆器展示出来。那么邱老师，为什么是这个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北京的景泰蓝以及是福州脱胎漆器能够并称为是中国传统工艺的3宝呢？这3宝的称法应该是晚期民国的这个时候才有的，因为中国的传统工艺品种应该是几百种，甚至如果算小项的话，上千种都有。那么能够把这3种拎出来说，那是因为这3种在晚清的时候，尤其民国通商口岸打开以后，这3种是作为对外销售比较多的，另外一个知名度也比较大的，也代表中国传统工艺形象的这3种，所以在民国时候有这么一种称法，将这3种并列称呼。好，谢谢三位，谢谢。那么说到这个福州的漆器到底是怎么做成的，我们来看一下。200多年前，福州人沈绍安成就了如今的福州脱胎漆器。所谓脱胎，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胎质既不是木胎、竹胎，也不是泥胎。那么脱胎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它又是如何制作的呢？简单的说，脱胎漆器是利用模具先制作出一个石膏胎，然后用生漆和瓦灰调和而成的混合物均匀的涂抹在麻布上，再将麻布通体裱在石膏胎的表面。瓦灰分为3种：粗灰、中灰和细灰。裱好麻布后，要依次用粗灰、中灰和细灰进行打底，经过反复填充涂抹，瓦灰和麻布就严丝合缝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了。将裱着麻布的石膏胎阴干8至24小时之后，神奇的一幕呈现了。用木棒敲击，石膏内胎里的石膏全部脱落，这就是脱胎了。石膏没有了，剩下的就是麻布和瓦灰的混合体了。这个混合体构成了脱胎漆器的骨架，因此福州脱胎漆器才得以轻便灵巧，成就了它最大的特色。好，那看来刘尊插的这枚钻石真的是货真价实，恭喜刘尊，这一轮回答正确。轻巧是福州脱胎漆器最大的特色，所以工匠们才会用麻布来表贴塑形，而追求极致的沈绍安家族更是用丝绸替换了麻布。这样在相同的体积下，丝绸它的重量只有麻布它的1/5左右。要想做到这份轻巧的极致，绸胎的整个制作技艺就更加的苛刻精细，工艺也更难。可以说，绸胎漆器作品都是福州脱胎漆器精品中的精品。眼前这尊绸胎寿星，是由沈绍安第6代传人中的一流名店德记出品的。整尊寿星头足上下比例合度，且头部和手部均可活动，面容慈祥，精神矍铄。虽历经半个多世纪，却依然艳丽如初。那么，这样一尊高41厘米，代表着沈绍安家族脱胎漆器高端技艺的作品，到底会有多重呢？ A 380克， B 410克， C 620克， D 850克。给大家一个参考吧。我们现在使用的智能手机，一部是140克左右，手机这么大小的，比这再大一些的140克左右。那么这尊老寿星像会是有多重？咱俩商量商量。我不跟你商量。咱俩统一一下口径呗。你说多少克吧？380克。那不可能，这么大个东西至少得在850克。来，请教一下后边的高参，正正先来。2号。380克，正正老师，我认为啊，因为轻嘛。哎，这是你派过去的卧底吗？你把人家的握手都握懵了。只要同意我的观点的都是我的人。50克是1两，那这是那么轻啊？7两多 ，A 就等于7两多。它是空的，它不是实的。正正已经选择的是这个380克。我考虑一下哈。刘尊选择一位。我选择一位。从这边吧，这边8号。因为它这个它是不是刷的那个漆嘛，一遍一遍刷的漆。刷的应该是薄厚，应该非常均匀。它不可能刷多厚，所以说我选择 A 380克。好，就您说刷几遍这问题，我想问问陈老师，在脱胎漆器当中，最多能刷上多少遍？实际上，它不光是刷漆啊，它还要上漆灰的。哦，那漆灰相对来说比较重的。不仅刷漆，还要上漆灰，但上这个漆灰会有多重呢？不知道。来，正正再选一位。3号。因为它是丝胎嘛，刚刚老师说这是最轻的嘛，还有一个就是七七本身特点就是轻，所以我选最小克数。刘尊选择一位，4号。说实话，七系我懂一点点，然后这个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他的报道啊，我觉得应该是 B， 应该不会到380克那么轻。江宇觉得他看过，然后印象中是，那可能就是真的呀，那就是410呀。就再加30，就别选410了，完我选，我肯定不选410。380克，对，一般现在有的时候苹果大一点的，一个苹果基本上就1斤重。人家是实心儿，还带着水儿。这个41厘米高的老寿星，380克还是410克，还是620克、850克？请10位高参写下你们觉得正确答案，它到底有多重？不带改的啊，看了我的也不许改。来，请看你们的题板，3、2、1，转过来。刘尊选择的是 A， 380克。正正选择的是 B， 410克，完全没有人选择620克和850克，因为都觉得脱胎漆器肯定是轻，只是在于这30克的区别，到底是380克还是410克？两位都已经拿好手中的那一分了。你要有胆，你就先查。这胆儿有什么没有的？就是自信。这尊绸胎薄料印锦寿星，它的重量是。在揭晓答案之前，我特别想问问周先生，这老寿星的重量会是在多少？这边因为我是没有手没那么长，没有办法去握。但我从刚才这位美女她有说过，有见过，也有听过。所以我还是相信美女的话。刚才另外几位美女都说是380克呀。但我觉得这个美女更漂亮。从颜值程度来判断它的可信度，到底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够托起这尊老寿星？就你这体格，就这么轻轻的拿起来了，那肯定380克，过了400克你根本拿不动，甚至可能还有600多呀。都不一定。我其实是举重高手，不知道吗？看我肌肉，看我的肌肉，没看出来。有，我这个角度看是吧？有吧？这轮当中就差30克，30克的获胜者是。对不起，刘尊，你得把你那枚钻石拿下来了。恭喜汪正正回答正确，1比1。哎呀，这就是报了一箭之仇。你看看，你好多天都没笑过，就这几个字写的都比你大。我们还是听听张老师的意见。我们说了，福州漆器的最大特点就是轻，但是轻它还有一个基本的那什么，它用的是麻布，是绸布做的这个，但它一定要上一层灰，否则的话它在修漆修不上去，所以它有一定的重量，这是肯定的。另外大家看这个漆器为什么好呢？我们说福州漆器，你看它那个上完以后，它那个光度。它虽然是清代末期到现在100多年了，你看它那光特别好，很柔亮。那么说明这个漆器在当时来讲做的上了好多道。我们说它这修漆修得很好。那我想问问陈老师，怎么样福州的脱胎漆器是要怎么样的难度啊，就做到一定要轻巧呢？实际上那个做到轻巧的技艺是非常高超的。那要特别好的技工。技师他才能做到，如果这个用麻布做的话，估计也要达到2、3斤了，也不能做到这么精致。好，谢谢。2轮过后1比1，接下来继续进入第3轮，看看2组宝物。金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材料，泥金、错金、描金、鎏金、洒金。这些用金为材料的制作技艺，3000余年来，在中国的几乎所有的传统手工艺品种类中都有所体现。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一种以铜锌合金为原料，经过特殊加工处理的新型金属颜料化学金，在现代手工艺品中被广泛应用。虽然化学金不含有任何黄金的成分，但它与黄金颜料的效果又难分难辨，所以困扰住了很多普通消费者。眼前这两件漆器手工艺品中，一件是出自日本的描金漆器碗，一件是出自中国的贴金漆器盒。那么它们中哪一件用的是化学金呢？又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分辨出化学金和真金呢？这组上真金白银了。 其中一个是日本描金的漆器碗，一个是中国贴金的漆器盒。这是碗，这是盒。从大屏幕上已经放大很多，给大家看了。两个的金从颜色上看，一个偏红，一个偏黄。每件是用化学金做成的。来，十位高参，请写下你们的第一印象，同时请作答。 刘尊对于化学金和真金有概念吗？现在目前还没有概念。嗯，我的概念出自于我旁边那位选什么，他选的那一件，我跟他反着来，这就是我的概念。这金你还没看出来是什么颜色吗？嗯，我色盲，这不是玫瑰金吗？这还看不出来嘛？日本呢，在很多方面来讲呢，传承中国文化也是很久远。 嗯，那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崇尚，那么也在研究很多很多中国的一些古代的一些东西。嗯，我就得留个悬念，听听刘尊老师的意见。我们先听听高参的意见好了。嗯，对。正正选择两位高参。8号先生，我选择的那黑色的是那化学金。为什么呢？第六感觉。都说女人靠直觉，男人也靠直觉。对，第六感觉。啊，好，正正再选择一位。 选择4号。4号姜宇，这回这两件宝物你在电视上看过吗？没有报道了，没有。我觉得那个贴金那个应该是真的，所以我感觉化学金这个偏红色的有可能它是化学金。目前这两个1比1票，刘尊选择两位。6号，我选择就是左侧的是化学金，哦，主要是颜色上，因为我觉得黄金的以前的这种颜色就应该是偏向于右边的这个颜色。再选择一位，1号吧，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我觉得它工艺可能会比较新，嗯，很多新工艺可能就会融入很多化学成分在里面，我是这么判定的。哦。 现在就更考究了，他说的不对，你知道。所以你跟他反着来。嗯，正正老师啊，现在还沉浸在，我不是跟他反着来，上一个那个五星的那个小五星那个喜悦和欢乐中。你信不这把你还得输我？我不信。那你说吧，你说出这两个道理，完了我再给你讲一个道理。这我就这一轮我就不讲理了。不讲理。不讲理了。不讲理，直接上手了。对，不讲道理。然后你决定一下你的选择，正正老师。 那我能告诉你吗？好，首先想问一下周老师，现在在脱胎机器的工艺当中，使用化学金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高吗？目前上是因为有一些化学金，它本身有它的特点，嗯，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就用这个材料啊来决定这个东西用的量大还小，哦、嗯，啊，比如我这件正尺，嗯，我这个也是一个化学金，哦、啊，但这个化学金它有它的好处。 啊，它是一个粉状的，可以跟那个漆相融合。哦，原来是要根据所需要塑造出来的特色来选择是化学金还是真金。先看看10位高参，你们的选择是。8位选择的是漆器碗，只有2位选择的漆器盒。这个真金呐，在某种程度上呢是有氧化的。 嗯，请大家一定要在这一点上啊，去多细考虑。那家锃光瓦亮，化学的东西呢，它就很不容易去氧化。刘尊会不会选择的也和正正说的一样呢？说的一样，看一下两位的选择。我想的就是，我不求和你同年同月生。 我就想用你童年童月，你可别整这个，这咱这做节目，这话太吓人了，这干啥呀？这是这，你胜利了，我跟着胜利；你失败了，我就跟着你陪着你失败。怎么着都得绑在一块儿。对，好，2件当中只有1件使用的是化学金，另外1件使用的是真金。刚才正正说了，真菌在使用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氧化的色泽变化，所以在这两件完全不同菌呈现出来的颜色，有一件是使用化学菌，它是日本苗金漆器碗，它是使用化学菌，所以很可惜两位没有能够得分。但是张老师刚才正说的这个真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通过氧化会造成色泽的变化，这个能进行判断吗？我觉得大家看，因为在器物上的表现和我们在使得这装饰品的表现还有些区别。比如我们好多出土的这金器，那么出来以后也是很好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在比如纯金使用过程多少是有一点，但是在器物上表现不是那么很出色。那么像这漆器要是化学金出来呢，它这漆器的金不是那么光亮，它有点的颗粒状，那么和这真金也是有区别的。那么日本的这个漆器呢，因为它这就是一个生活用品，所以它一定使的是化学金。那么像我们这件器物呢，做的是装饰品和一个陈设品，那么它使的是一件真金的。好，谢谢张老师。其实我觉得应该按照我刚才那种抠门的方式，真金用在这个碗上多浪费啊！这么大面积得省多少斤啊？所以一点点就够了。这种方式可以辨别吗？陈老师，实际上哈，那个化学金，它表面它颜色跟真金不一样，它偏黄、偏红、偏土。哦。那我们贴的那金箔，它底下我们湖州的那行话叫金地漆。就用漆调了那个桐油，然后就将干未干的时候，那个将金箔贴上去，所以它这么亮。好，谢谢两位老师的补充。目前1比1了，继续进入接下来再来看看这两件漆器。两对漆器瓶究竟哪对更能体现出福州脱胎漆器的推光技艺？我们在画面上来看的话，右边这个显得更强烈一些。砚井、帛料两大技法究竟在哪件作品中被同时运用？砚井这么繁复的工艺的话，在当时是价值不菲的。一对高46.5厘米、采用多种技艺的漆器瓶，能否反映出福州脱胎漆器的市场价值？和2公斤黄金相比，谁的价格更高呢？6轮 PK 现场打平，决胜局究竟谁能出现一锤定音非遗系列之福州脱胎漆器？继续与您揭开谜底。在漆器工艺品中，黑色是最主流的颜色。在这看似单一深沉的颜色中，其实蕴含着福州脱胎漆器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法——推光。推光通俗的说就是抛光，合格的推光必须要求漆器表面光亮如镜、清晰可辨人影，同时还得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历久弥新。那么眼前这两对福州漆器瓶，一对是黑地儿彩绘山水瓶，一对是黑地儿描金山水瓶，它们中哪一对是新做的，哪一对才是沈绍安第5代传人的旧作呢？一件是近代做的，还有一件是沈绍安第5代传人的旧作，也就是说到现在应该有大几十年的历史了。其中有一件是爷爷辈儿，有一件是孙子辈儿，两件当中哪件更资深一点？那都有落款了，那猜不出来吗？结婚致喜，这是送给结婚用的。对呀，这个就是现代的了。现在结婚谁还提这些？这2个都快100年了，人说的没有说就是几十年嘛，刚说过的。大几十年。大几十年。好好听老师讲课好。我们首先请身后的10位高参来写下你们对于这2对山水瓶的第一印象。好，来各选择2位。我选5号。我选的右面。右侧的这个，杜雅，右侧这个，因为我感觉一个是刚才老师说的，他这个落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捷径的一个方式之一。再有一个，我感觉他这右边这一套的话，它的颜色比较单一，显得比较素雅。反推到几十年前，可能这种素雅的风格可能更符合当时的这种特点吧。嗯，但是你忘了吗？这几年我们正在刮起复古风。郑总再选择一位。嗯，6号。 这个我就是纯懵了，我就懵右边的是对的吧？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的山水屏。当然，描金有描金的特色，彩绘有彩绘的特色。是不是大几十年前人不喜欢大红大绿？未必。来，刘尊选择你的高参。3号。我也觉着是右边，因为首先落款儿，嗯，第二。 它的那个光泽度，刚刚不是说了吗？嗯，就是抛光那个过程挺关键的。嗯，我觉得这点也挺像右边的。还有一位，4号，黑色的就是漆器的话是有它的推光，它那个光泽感、可能在这个我们在画面上来看的话，右边这个显得更强烈一些。嗯，还有就是因为传统的脱胎漆器的话，它们应该是的颜色最主要应该都是以黑、红、褐为主，我觉得。 综合大家以上说的，应该是右边这一个是那个沈绍安第5代弟子的旧作。嗯，郑郑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刘尊？建议呀、嗯，就是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这一轮你到底选哪一个？那你要不给我建议，那我就给郑郑老师个建议。哎，好，这边这个哈，比较丰满肥硕的这个啊，这一对儿。 这个肯定要比这个老，这个比较轻巧，就从这器型上比较精致的这个肯定是新的，就是更接近我们现在。嗯，哦，以前是以胖为美，现在才讲究健身健硕的身材。哦，那我明白了。这一对，这个红色的，红色台上的这一对是旧作，这是爷爷辈儿的。嗯，好，首先看看10位高参，你们的选择是。 哎、只有1位，磊磊选择的是彩绘描金的山水屏，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个呢？因为我觉得从大小来看，2号屏它更小，但是它上面的那些描笔是非常繁复细腻的。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它会更新一点。哦，觉得以前的工艺没有这么的细致吗？就是一个反推的感觉吧。 啊，好，看看两位，确实，两位分别选择的是不同的。两位又开始拿起了自己手中的钻石和星星了。刚才那一轮当中，两位都没有回答正确，所以都不能满足自己再得1分的心愿。而这轮当中，肯定会有一个人能够插上钻石或者是星星，会是汪正正还是刘尊呢？取决于我马上要公布的答案。 更古老一些的是描金山水屏，恭喜汪正正插上1颗星星。刘尊很可惜，来问问张老师。那么大家看，觉得这两个屏的造型其实是一样的，但这个线条很美，那个线条做的比较臃肿、修长一些。那么就说工艺上的好与坏，那么这就有一个区别了。另外，这种大家说了这种。 推的叫黑漆，这个是它福建漆器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黑漆，大家看到好多的福建的漆器当中都是这种黑漆，而且我们看这件的黑漆，大家在这个底下一看，这个光度一定比它推的好，而且柔和，真像宝石一样的。那么具体的这个器物怎么做，这我应当由这个老师给讲。嗯，好，谢谢张老师。为什么我们在漆器当中看到的黑漆会比较多呢？陈老师，我们都知道漆黑这个词。嗯，漆黑这个词怎么来的？就从漆来的。哦，就是从漆器来的。当时古人那个发明这个词哈，一个还有那个炉焦式漆。嗯，对吧？嗯，那漆可以做粘合剂，很粘的。 好，刚才说到这个推光这个技艺，在这漆器的制作过程当中，到底它有多重要？推光这个技艺哈是湖州独有的。嗯，如果推光推得好、很平的话，可以当镜子使用。嗯，早先的话，我们是用木炭来磨它，然后再用头发丝，那个女孩子头发，那个就用那个细瓦灰，然后它再来推它，推到那个亮，非常亮。 但它还达不到这种量，就用那个生漆，在上面薄薄的擦一层，这样子的那个工序要做3到4道或者5道，那最后才能达到这么亮。 好，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技艺，所以才能产生出这样的光泽。对，好，邱老师，刚才我们知道了这个描金的山水瓶呢，是来自于沈绍安的蓝记，而我们之前看到那个老寿星像呢，它是沈绍安的德记。这个蓝记和德记是什么个联系？还有别的记吗？当然。嗯。那个沈绍安因为是，乾隆年间的一个福州著名的漆艺家，沈绍安在福州把这个脱胎漆这个名号创立以后，开始3代单传，到第4代就这个传承人就把这个字号沈家的字号一直延续下来。蓝记算是第6代了，蓝记这个他在他们手上呢，脱胎漆器应该算是各项修饰技艺啊，尤其是装饰技法啊，都达到了尽善尽美。在蓝记手上应该达到一个工艺上的一个高度完善，还有的商业上一个开拓做得最好的一个时代，所以算是沈绍安这个7、8代里面最辉煌的这一代在蓝记手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幸看到这对瓶子的话，还是能够了解到当时脱胎漆器辉煌时期的它的工艺特点。 嗯，好，谢谢3位老师。刚才邱老师说了，沈绍安的蓝记是他最辉煌的一个时刻。接下来我们就来看2件，就是来自于沈绍安蓝记的2件脱胎漆器作品，看一下。在福州脱胎漆器众多的技艺中，薄料和艳剪技法是高端产品中经常会用到的。 常规的上漆方法是用漆刷将色漆均匀地刷到器皿上，不过再好的手法用漆刷来上漆还是相对较厚，特别是当色漆里加入了贵重的泥尖或者泥岩，这成本可就高了。沈绍安第4代和第5代的传人们就想出了一个新技法——薄料。 通俗的说，薄料技法就是用手掌来替换漆刷，将色漆薄薄的拍扑到漆面上，这样既控制了成本，又使得成品的重量变得更轻。而艳剪技法是上世纪20年代为了仿制北京的雕漆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技法。 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模具制作出大漆的纹样，再将大漆纹样修整成型，粘贴到器皿上。艳剪技法的出现，极大的丰富了福州脱胎漆器的种类。那么，眼前这2件都出自沈绍安蓝记的精品，一件是仿红珊瑚盆景，一件是盘根3足鼎炉。它们中哪一件同时运用到了薄料？ 和艳剪技法呢？好，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在红色台子上的是沈绍安蓝记的仿红珊瑚盆景，而在蓝色台子上的是沈绍安蓝记盘根3足鼎炉，其中只有1件工艺品是由印锦加上薄料技法制作而成的，那就是3足了。为什么呢？你看，嗯，那底下那个腿儿的上面那个。 嗯，那个就是粘贴上去的。嗯，完了那个腿儿那个漆啊，都是拿那个手拍上去的。拍上去。嗯，这珊瑚啊，嗯，这不可能拍啊，会扎手吧？啪啪啪，拍不了，太小，也不值得，太小。还是听听10位高参的意见。10位高参写下你们对于这2件宝物的第1印象。 我在福州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了，我还真的没有看过这个完全种类不一样的漆器。好，来，你选一个。7号。你写的直接就是写了右。对，因为我选择右手边的那个，因为我也觉得珊瑚那个实在是不知道往哪儿拍，所以我就选了右边的。拍花盆啊！珊瑚是绝对不能拍，但是我是绝对要选它的。嗯、我一会儿我再说道理。再选1位，你还有一个机会。嗯。 9号先生吧，我觉得还是右手边这个手法，嗯，你看有的就拍上去了，有的就漆上去看得到，哦，啊，我还是赞成这个说法。来，刘尊选择2位，1号，我觉得这个珊瑚啊，嗯，它应该是涵盖了就是这两种技法。对，薄料就是用手，花盆这个是可以用这种工艺的，珊瑚的这个它在跟这个花盆在连接在一起。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算是另外一种工艺，所以这是两种技法合二为一的。对对。好，终于有不同意见了。刘尊再来一位。2号复杂。好。还是这个顶吧，这个因为工艺肯定两种工艺嘛，做的很复杂的东西，那我认为就是这个嘛，上面可以画，然后下面可以就是那个3个足可以拍嘛，用手。你说这3个足里边伸进去拍，估计难度也挺大的哈。再画呀。如果它是的话，就是拍不足再画，对，画多了再拍，反正两者结合在一块儿。这个炉呢？看上去感受，哎呀，挺复杂呀，又镂空又贴东西哈。但是你可要知道，这个珊瑚这个造型，它多么生动。搁手拍上去以后，再用小刷子，肩胛骨那地方再刷上颜色，你没有看出来吗？那些位置，它搁手是拍不到的。它一定是要有小刷子在那儿刷，才有这种自然的这种顺畅感。我是这么理解。这个大家都懂，那个本来就不能拍，拍的话会把手拍破的。那主干是一定可以拍的。这一共就这么还没有巴掌大，你拍一个试试吧，郑老师。这种啊，这种都是影影他们这种女孩来干的活。刘尊觉得他自己手劲儿大，一拍就断是吗？对呀，我这手肯定拍不了。这个轻重缓急是需要拿捏的。先来看看10位高参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只有江迪一位选择的是仿珊瑚的盆景，其他全部选择的是。那咱俩就对了。3足顶炉。我们俩是对的，跟错人了，站错队了。我们俩绝对是对的。正选择了仿珊瑚盆景，刘尊依然像刚才他所描述那样选择的是3足顶炉。目前的比分呢是刘尊以1比2落后。哎呀，你不要哎！我刚才想看那短片，你看了吗？那里边在做，也是在拍啊，在打，那都是器型比较大的，他才值得这样去做。你这次输定了，郑老师。2件当中只有1件是结合了两种经典的技法制作而成，它是。你看这灯，这灯一直就在我这边。你看这灯，它都打不到，马上就过来。你看，一下就来。这件漆器是来自于沈绍安蓝记，盘根3足顶炉是结合了两种技法，所以恭喜刘尊加上1颗钻石，2比2打平了，剩下最后一题了。我想跑一圈围着全场，就像那奥运冠军一样拿着个。给你个国旗啊！跑一圈，我想下次。好，加上1枚钻石，2比2打成了平手。其实刚才邱老师，我仔细看了这个仿珊瑚的盆景，上面写的也是一个送给人当结婚礼物的。不仅是这对盆景，刚才上面那对的描金山水瓶上面也是结婚致敬，也是送给人家结婚当礼物的。为什么在当年会有一个送漆器当结婚礼物的这样的一个时髦的行动呢？它有送漆器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脱胎漆在晚清民国那个时期，就是沿海一带，有包括东南亚一带哈，这个算是中国代表中国工艺的奢侈品，应该就是奢侈品的概念。尤其脱胎漆做的很精美的，像这种珊瑚啊，这个应景这种这么繁复的工艺的话，当时是价值不菲的。大家注意到这个珊瑚的颜色是朱砂红。刚才陈老师说了，漆黑以漆来命名它的黑度。就世界上最深层的黑就是漆黑，那么中国最美的红是什么红呢？就是大漆里面的朱砂红。所以漆黑、漆红这2种色彩是我们传统漆器里面见的最多的2种搭配的。黑红再加后来的金、银这4种颜色的搭配，永远是漆器里面最经典的，同时带给人的奢华感觉也是最直接的。好，谢谢。记得邱老师说过呢，这个脱胎漆器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是辉煌一时，为什么在当时会是如此的盛世，如此的时髦呢？来看看当时的情况。在晚清民国时期，福州脱胎漆器曾一度成为备受达官显贵们推崇的工艺品，而畅销海内外，辉煌一时。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第一是内因。 从清中期，沈绍安创立福州脱胎漆器到晚清民国，这近200多年的时间里，沈绍安的传承人不断的继承和创新着脱胎漆器的技艺。首先，形制上变得更加的丰富多样，有人物类、花瓶类、果盘类、用具类、家具类。其次，技法上更是不断的推陈出新。 帛料、印锦、熨金、台花、金彩等等新技法，促使福州脱胎漆器的艺术价值不断攀升。再加之晚清时期，福州脱胎漆器已不仅仅局限于沈绍安家族独家生产制作了。当时，整个福州从事脱胎漆器的店铺达到了40多家，外姓从业人员更是达到了数百人。 漆器成为了福州第一大工业行业，福州脱胎漆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第二是外因，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当时的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贸易繁荣，脱胎漆器开始大量出口，由内销转为了外销。1898年。 沈绍安第5代传人沈正镐、沈正询选送的脱胎漆器作品参加了巴黎博览会，并获得金奖。从此，福州脱胎漆器在国际工艺美术界崭露头角。随后，沈氏家族制作的其他产品先后参加意大利、美国、德国、英国等地的博览会，获得了各种奖项，声誉大振。 福州脱胎漆器就此进入了黄金时代，辉煌一时。最后一道题了，黄金大比价，目前两位2比2打平。如果在这轮当中依然打平的话，我们就进入加时赛。如果能够在这决出胜负，我们这对阵齿就该归属于今天最后的胜利者。 这是一对民国初期由沈绍安蓝记制作的福州脱胎漆器凤尾尊，作品高46.5厘米，采用帛料、描金、彩绘技法，画工精湛，垂钓、耕牛、鹰戏、纺织、卷乐，一幅古代生活的场景跃然于瓶身。底座则更是雕花贴金，从漆艺、平行制式到画意。 这对凤尾尊均达到了沈绍安蓝记漆器的高端水准，那么它与2公斤黄金相比，谁的价格会更高呢？好，现在最后呢是2公斤的黄金，我们目前录制的时刻国际金价换算过来，2公斤黄金应该是46万元人民币左右。和它进行对比呢，这一对呢沈绍安蓝记脱胎描金彩绘瓶，40万。 到今年为止呢，这个沈绍安的蓝记应该是诞辰100周年，而这个瓶子呢，大约是将近100年的历史。这将近100年历史，这对描金脱胎瓶和2公斤黄金相比，谁的价格更高呢？2号吧，我认为应该还是这个瓶子吧，这对瓶子更贵。对对对。对对 毕竟是名家的制作。嗯。啊、嗯，然后还有100年的历史。嗯。 10号，我觉得还是应该瓶子会贵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瓶子好好看啊。我从近处看就能看到它一丝一毫的树叶也好，树枝也好，非常非常的细致。正挑选的2位呢，都是把票投给了这对脱胎山水瓶。我不这么看，哎，我觉得还是黄金贵呀、啊。啊，这个也就是10几万块钱吧，我觉得哈，他可能要选这个。 刚才在聊天的时候，我突然隐隐的发现了，那个郑郑老师他在说话的时候，他藏着一点坏笑。哦，其实这个就是真的，我就不得不多想了。待会儿我就将计就，我再选2位，5号和6号。名家的这个工艺，加上他的历史年代的价值，他的艺术收藏价值，我觉得应该比这个40多万的这个现金，这个黄金价值要高。我也倾向于这个瓶子的价值，哎，要高于黄金的价值。嗯，60万到80万吧。嗯，田先生呢？85到90吧。哎，这个更有钱。两位在题板上写下哪个价格更高？3、2、1，请转过来。两位都写的是黄金价格高。沈少安蓝记脱胎描金彩绘瓶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根据本栏目合作两家拍卖公司以及一家古玩城给出的市场估价是25万，也就是1公斤黄金多一点儿。他都不让我讲。这价值我气，这怎么办呢？邱老师，这个将近100年历史的这对瓶，为什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在25万元左右？是估低了呢，还是差不离？这个我觉得偏低了啊，这里就有错位，就是它的市场的价格不能够真正反映它的应有的价值。刚刚都知道说这个脱胎奇迹是在晚清和民国的时候是最辉煌一时的，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一对瓶子，市场价格会在多少呢？这对花瓶当时要花800到1000块的银元来买这对花瓶，当时这800块钱在湖州可以买到那种像北京4合院那种比它还大要3进的，你想想看要值多少钱？但是可以用3进院子来进行一个具象的考量。但我觉得今天市场为什么有差距呢？我谈点因为第一，这个福州的漆器呢，代表了沈家这个发展史，也是我们福州漆艺的一个发展史。那么这个价格不等于价值，那么我们今天来衡量这个价值呢，一个要一个历史的价值，一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那么才能标定它的一个现在的价格。我觉得我们来衡量这个福州漆器的好与坏，要从它传统文化来讲，做得这么一个漆器，经过好多道工序，这些工序的传承是不容易的。能够我们今天非遗的文化的这个传承，来使大家了解这个福州的漆器，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亮点。好，谢谢三位老师，谢谢。目前3比3了，所以进入到我们的加时赛，这是一道抢答题。这道题依然来自于这对瓶子。这对瓶子上面使用的是描金的这样一门技术。那么请问，描金工艺是从春秋战国时期还是从汉代开始？请抢答。王正正，汉代。我觉得答的还是正确的。哦，回答正确，先加上1颗星星，成为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者。恭喜王正正！谢谢老师，我这都不是蒙的，因为我就对历史吧就好研究。好研究，汉代。漆器发展，我们在河姆渡文化当中已经出现了漆器，但是漆器我们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在漆器当中出现了嵌松石，在春秋战国一直到汉代是我们漆器发展的最高峰，但是出现了呛金和这个金的使用，那么我们在汉代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真的漆器的金的使用，从汉代比较昌盛。好，接下来我们就再次掌声送给汪正正，取得本场比赛的最后胜利，恭喜！请周老师为汪正正颁发上今天的最终大奖，来有请一对镇尺送给汪正正。好，3、2、1，茄子，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所以今天呢，再次谢谢场上的10位高参，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谢谢3位专家老师最精彩的点评，谢谢3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